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瘦了47斤的减肥博主天心妈，4年多一直带着我的粉丝吃家常饭菜减肥，常年带粉丝打卡。如果你想通过不节食、不运动、不吃减肥药，就是通过纯饮食减肥，那就关注我吧。这几年我的食谱呢已经非常的成熟，5+2、16+8碳循环、节后冲刺打卡的食谱我们都有，都是免费的，关注我，进我的粉丝七群免费领取。视频的后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可以减肥的三餐食谱。跟我减掉34斤的粉丝太多了，希望下一个瘦下来的就是你。早餐来了，今天早上呢我们吃帕梅拉，主食蛋白质、膳食纤维都有了，很火很火的帕梅拉，很多女生都喜欢吃。250毫升的纯牛奶热一下，就这么一倒，不用等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大同学还可以加上一份低糖的水果，这样的香蕉呢吃半根就可以了。这份早餐很简单，但是很顶饱。中午我们吃大鸡腿，把鸡腿呢打上花刀，容易入味，放葱和姜，倒点料酒去腥，腌制一会儿，时间越长越入味。焯过水的鸡腿放高压锅里，配料有姜、葱、八角和花椒粒，搞里头，放少许的盐，倒点老抽上色，倒点生抽，放点小米辣，一点点的水，20分钟，把鸡腿好喽。锅里喷油，一下两下，三下，蒜片爆香，油菜。我们的午餐来喽，主食是糙米饭，就是合格的减脂午餐。这样的午餐你满意吗，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？晚餐很简单，然后呢还要有一份膳食纤维白萝卜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做成汤。夏天热，我们东北呢都是生吃的。大同学呢你再加上一份主食，可以加南瓜。明天见，亲爱的粉丝朋友们。